大家好，我是小野。哎呀呀，这两天累惨了，每天都是在收那个豆啊。今年种的豆啊特别的多，连吃肉的时间都没有，煮肉吃的时间都没有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有这个时间，我们就收成一块这个腊肉来吃。用这个腊肉嘛，煮那个刺百花。我们前几天不是搞那个好多那个刺百花嘛，今天我们就腊肉炖刺百花，来吃吃，高兴。非常的香，我们今天就吃这一半。先烧上一壶热水，方便过快洗一下这个肉。老规矩，给这个肉给它烧一下，上面有好多个霉点，要把它烧一过以后清理得干干净净。烤肉啊，现在就是差不多了。给它泡一下，随它泡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刮洗了。刮过以后嘛，就金汤金汤了啊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就去那个菜园里面搞点那个蚕豆回来吃。那个田里面的好多都干掉了，那个菜园里面还绿油油的。走，我们去搞点去。走。昨天前天来的还绿了嘛，咋今天就干掉呢？还是天气太热，应该干掉。现在我们还是一样的，给它剥一下，我们要里面这个豆米，煮个刺百花嘛，一定要这个豆米煮出来，味道才好。现在不可以剥，不想玩了。淘洗一下，煮了好长时间了，我们看看煮成什么样子了。轻轻一插。就穿进去了，相当的泡了已经。再加上一点水，我们就用这个肉汤煮。这个肉汤闻上去就特别的香。水已经开了，我们把这个豆给它搞进去。
现在我要把这个乳嘎嘎给它切一下。哦，看上去也很不错嘛，很美味。不想吃点？嗯。你给我甩过三块小黄瓜差不多吧？来，这头一起上，手撕干巴，就是那个。放在这个碗头。包装来看，大个太贵了。他肯定啊，一个人要死好多肉，晓得吗？对，给你烫，戴个手套嘛。我的手洗过了，哦，干净的很，不嫌弃。我太不嫌弃。来，王姐，到给你拿看。给爽。嗯。给香那个。香的。给吃完丫头。知道了。哈哈哈。你给我要吃一坨啊？一人一坨够他妈吃饱了，你两个嘛还。给他拆，给他拆，给他拆，给他拆。吃饱了吗？你们几个的？煮的差不多了，我们要把这个刺白花，也是朋友们叫的口刺花，搞进去。刺白花煮这个豆嘛，也是绝配。那焖一下。出锅，出锅。四百花炖豆米，也算得上是我们云南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道美食吧，吃的人挺多的。开饭喽，开饭喽！兄弟们，我们也搞饭点吃去。啊，闻起来就特别的香啊。多了还点，搞那几片乳嘎嘎吃去，看大片大片的，甩上三大片，哇，这三大片甩下给他收服了，再来还点，兄弟们，又是满满的大碗，哇，这个肉是不是搞多了一点点？三大片都是大片大片的，刷下去。嗯，这个汤特别香，腊肉汤。嗯，有点烫。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刺白花有没有吃过？味道挺好的，非常的好吃。炒了吃，煮了吃，味道都是一流。啊，尝下大片肉。嗯，太香了。这是今年的腊肉。
那个糍粑花也存了好多，前期搞了好多。我感觉我一点甩不下去这三大块。肉汤嘛，无论煮什么菜出来，味道都挺好的。哇，太过瘾了。超级下饭，今晚还可以甩两碗汤下进去。最后一块，舒服。朋友们，试着搞起。今天的视频就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